台湾大哥大女子公开赛今年是第四届，不过富邦和台湾大哥大跟台巡赛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12年，富邦金控和台湾大哥大长期支持 TLPGA， 以实际行动力挺台湾女子高球。话说9年前吧，我们富邦先开始赞助了 TLPGA 的比赛，后来连续3年也赞助了 LPGA 的台湾公开赛。3年结束了以后，就变成由台哥大接手继续来办这个女子公开赛。我们到目前为止，我想 女子选手的表现在国际的高球坛应该是不敢讲说比男子的好，但是绝对不比男子的还要差，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继续跟这个 TLPGA 合作，可以让这个比赛可以继续下去。台湾大哥大支持高尔夫，不仅因为董事长蔡明忠是高球爱好者，同时也因为高球运动和企业精神 Open Possible 能所不能十分契合。我们今年台哥大接触了一个新的这个我们的企业精神就是所谓的 Open Possible 无所不能。那从事任何运动尤其是高尔夫球，一定要发挥所谓无所不能的这种精神，才可以真正把不可能的好球把它变成一个可能的好球。这个也是我想我们赞助这个比赛最主要的目的跟精神。今年虽然有疫情阻碍，但女子台巡赛仍然办得有声有色，这都是因为企业支持，做选手最坚强的后盾。我非常感谢台湾大哥大和蔡明忠董事长的坚持，这场比赛汇集了台湾的顶尖好手，而且又有实况转播，希望球迷朋友们能跟着球员们一起来投入，让今年的比赛画下完美的句点，也共同携手迈向明年的新希望。为了维护赛事工作人员和观众的健康，主办单位以严格的标准落实防疫措施，而在疫情威胁下举办比赛也更显得珍贵。虽然是因为疫情我们也尽量把这个比赛延期，本来是希望说疫情看看能不能真正都烟消云散，但是在疫情还没有警报解除之下还能够举办今年的比赛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也特别的觉得珍贵。台湾大哥大克服许多困难，努力让赛事成为可能，这也是 Open Possible 的最佳写照。